你的二姐家，包子、豆浆、油条，我妈说她爱吃，我不爱吃，我就吃，我早上吃的是玉米。多哎，吃欢得吃两个油条，一个豆浆。啊，豆浆，好好好。那个也好，那个。妈妈吃。我已经有几多年没吃豆腐脑了，有点忘。豆腐脑。是小卖店一些，因为它这里东西多呀。多。太好吃了。吃完早餐趁下雨前游巴黎铁塔。很多人排队，为了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我们在顶层也许会有票，所以我们排个队排一下。我的妈妈在发她的朋友圈。半小时后确定没有登顶票，我们现在已经到其他里面了，在等待电梯上来，没有顶楼的票，只能买到两层楼的那屋。这里可以给大家提个醒，如果要是想去参观巴黎的铁塔的顶楼的票，顶楼的话买票，大家提前两天在网上预订啊，或者是有司机的网上预订，会比现场要好很多。轮不轮得到我们俩 ？OK， we're gonna wait there, please. If you want to visit the gondola on your way down, we are going to have to the second floor. If you want to visit, you can go to the second floor. Nous continuons jusqu'au deuxième étage. Si desean visitar, lo pueden hacer en la bajada. Continuamos a la sexta planta. Continuamos.
游乐场里面玩照片，然后背面就是当时就在这里面了嘛，这边还能现在修建呢，估计开幕式在这边开，巴黎的奥运会开幕式。行，找好子看看哪一边我也不知道。我们在埃菲尔铁塔白天来的，晚上下雨了，我们就改了计划，改成白天来。晚上下雨的话，这个露天的是不是淋雨挺麻烦的？然后这里现在还在修建当中，我猜想开幕式应该就在这里开，应该这个地方有一个开幕式。你看现在正在修当中，还在保密阶段啊，大家可能各自猜一猜。